各位亲爱的朋友，您们好。上一期的视频我已经示范了整个抠图的过程，相信大家对抠图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。上次的图片经过移花接木之后的确是很漂亮，看上去整个身体就是我自己的模样。可是还是有一些美中不足的地方，就是面部的颜色跟身体的肤色还是有一点差距。抠图时如果要做到天衣无缝，面部的颜色需要尽量与身体的肤色相匹配。所以今天我要教大家怎样去修补面部的颜色。现在就让我们来开始学习吧。就以这张抠图出来的照片为例子。抠图有一个很重要的秘密，就是不要给别人知道这张图片是经过移花接木，包括覆盖头像的大小比例要与身体相称，头像的倾斜角度要适中，头像的摆放位置也要与颈部衔接得很好。最后还有一点也是很关键的，就是面部的颜色必须尽量与身体的肤色相匹配。在这张图片里，不论是头像的大小比例、倾斜角度以及摆放位置等都很适中，但很遗憾，面部的颜色与身体的皮肤并不相配。面部的颜色比较白，但身体的皮肤颜色比较深，有很明显的差距，这样很容易会露出破绽，别人一眼就看出这张图片是经过抠图做出来的，所以我们必须堵塞这个漏洞。再来看回上一个视频我们抠图出来的图片，面部与身体的颜色不至于相差太远，但如果把面部的颜色稍微修补一下，使它变得更接近身体皮肤的颜色，那就更加完美了。Photoshop 里面有很多种改变色调的方法，包括把图片的光度变亮、变暗、变深、变浅，把褪色的照片修补成鲜艳的颜色，以及颜色替换、美肤、红眼移除等等。从简单的入门技巧到专业的水平都有，我们都是初学者，我打算教你一种非常简单的方法，把面部的颜色尽量调整到接近身体皮肤的颜色。它的过程很简单，先在身体的皮肤上抽取一小部分颜色作为样本，把这些样本的颜色设定在实色器里面，然后通过实色器把皮肤的颜色扫描在面部上。我现在就示范给你们看。打开要修补颜色的照片，先在这里把覆盖的头像隐藏或者再打开，和背景图层模特儿的面部颜色比较一下，你可以看到彼此间的面部肤色有一点分别，很明显的看得出来，模特儿的面部肤色与身体的皮肤相当接近，而我覆盖上去的头像面部颜色比较浅，所以我需要修补我的面部颜色，使它尽量接近身体的肤色。右击滑鼠选取颜色取样器工具，在身体上扫描一小部分皮肤，从而抽取那部分的颜色样本。你也可以点击这里打开实色器。当你在扫描时，实色器有一个小圆圈在来回移动，那个位置的颜色就是你所选取到的样本颜色。按确定，实色器的前景就会显示出这种颜色。现在要把这种颜色绘制到我的面孔上，
在这里打开我的覆盖头像。右击选取快速选择工具。选取我要扫描的面孔范围。如果影像太小，按住 Alt 键加滑鼠滚轮，把它放得更大来做。尽量只选取面孔的范围。如果所选的范围太大，可以切换成减号，从外面推回去里面，把要选取的范围缩小。已经差不多了，可以开始扫描面部。点击颜色替换工具，把它涂在面孔上。如果圆圈太大，不方便修补，你可以在这里把圆圈缩小，然后在面孔上扫描，把它放得更大来做。扫的时候要小心，尽量不要扫到不必要的地方，例如头发、眼睛、嘴唇等，不然它们原本应有的色调就会被改变。所以颜色替换工具的直径要渐渐调小。有一点非常重要，你会看到面部有些地方是白色的，即使怎么去扫描，它依然是白色，颜色不会改变。这是因为照片在拍摄的时候，摄影机受到当时环境的影响所感应出来的亮度。请注意，我教你这种方法是最简单最容易学的，这种方法是不能用在某些地方的。如果你真的想改变它的色调，你可以用其他方法来修补。最简单的就是自己填补一种相近的颜色上去。现在整张照片已经修补完成了，面部的肤色和身体皮肤的颜色大致上都很接近，不容易察觉出这张图片是经过抠图造出来的，是不是很漂亮？这就是我所说的达到完美的效果。除此之外， Photoshop 里面还有很多方法用来调整色调，其中一个功能就是调整它的色相和饱和度。你可以在菜单上选取图像，点击调整，然后选取色相饱和度，在这里相应的调整各项设定，也可以创造出不一样的效果。我在这里只是举出一两个例子供你们参考。另外还有其他高级的功能是用来修补颜色的，可以做到非常专业的水平。有兴趣的朋友不妨花一点时间去研究一下。好了，有关修补颜色的技巧就介绍到这里吧。接下来我想讨论另一个课题，也是跟完美的抠图有关。要想做到完美的效果，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，就是自己覆盖上去的头像一定要很清晰。如果模特儿的身躯在照片中是很清晰，而覆盖上去的头像却是模糊不清，那就不算是完美，甚至影响到整张照片的质量。所以我们必须找一张解像度高的图片来做头像。我这里有两张图片，现在我要把我的头像摘取出来，覆盖到模特儿的背景图层上。假设两张图片的解像度都是一样，你认为我应该选哪一张图片会比较适合？答案是应该选左手边那张图片比较适合，因为右手边那张图片的头像太小。如果在某种情况下，例如模特儿本身的头像很大，需要把要覆盖的头像放大，那么放大之后就变得模糊不清了，
现在让我来示范给你们看，你们就会明白。这是一张远距离的背景图层。显示出来的模特儿头像非常小。这是其中一个要覆盖的头像。我的头像也是非常小。我就以一般的方法来抠图。有关抠图的整个过程，你可以看回我的第四个视频。我不在这里重复讲解。你可以看到我所摘取出来的头像也是非常小，跟模特儿原本的头像差不多。不需要怎么放大就可以完全覆盖模特儿原本的头像。由于我的头像不用怎么去放大，看上去也是蛮清晰的。现在再看一下我的另外一个头像。这张照片我的头像又大又清晰。如果要与背景图层的模特儿头像匹配，我可以把它缩小。在解像度不变的情况下，缩小了的头像非但不会模糊，反而更清晰。所以如果背景模特儿的头像是很小，覆盖上去的头像不管是大还是小，都不会有问题。只要解像度够高，表面看上去一样很清晰。现在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张照片。这张照片的模特儿头像非常大。我分别把自己两个不同大小的头像放上去，让你比较一下有什么分别。这个是我的大头像，与背景图层的模特儿相比，还是小了一点。需要把它放大一点，才可以完全覆盖模特儿的头像。你可以看到，如果解像度够高，即使把它放大一点，也不会有太模糊的感觉。再看我的另外一个头像。这个头像非常小，而背景图层模特儿头像却很大。相差实在太大了。需要把我的头像放大很多倍，才可以完全覆盖模特儿的头像。可是在解像度不变的情况下，当我把头像放到很大时，它的影像就会变得模糊，所以不够完美。我们再来跟刚才的大头像比较。这个大的头像并不需要放大很多，就可以完全覆盖模特儿的头像，看上去还是蛮清晰。这样的效果就相当完美，你可以比较两者间的清晰度。从刚才两个例子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，如果要达到完美的效果，一定要选一个够大，而解像度又够高的头像。小的头像只能够覆盖小的模特儿头像，只有够大的头像，才能够覆盖所有大小的模特儿头像。各位朋友，本期的线频就分享到这里。其实抠图的整个过程是蛮花时间的。尤其是修饰面颊那部分，需要很仔细的一点一点去修改。到底有没有一种比较快速的方法去完成它？办法是有的，我将会在下一个视频为你讲解，请继续收看下一期的视频吧。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做得不错，
请给我一个点赞，顺便留言，帮我订阅，并且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以及把这个视频分享出去。谢谢大家，再见。